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大姐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就是一如既往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优衣库的一些购物心得，一些好的单品呢，希望分享给大家；一些不好的，我自己不太满意的单品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引以借鉴。我很喜欢它的设计，就它的颜色啊，你们看它是这种，就是工装蓝，就是穿上之后就有一种非常 man 的感觉，就是特别中性化，而且它在很多细节上，像它的领子在这里，以及它的肩膀线条，它都是没有那种女性化的扣子，或者像 Burberry 那种，就是有一种 classic 的感觉，它都是这种比较男性风。然后尤其是它的扣子啊，你看它就是很不起眼，就是我们平时随处可看到那种黑色的纽扣，但是它的细节确实可圈可点。比如说它里面呢，它加了一个这样的内衬，就是这种内衬呢，它都是有这种小暗扣，可以随时把它拆下来。而且它的内衬呢，缝合特别好，它是属于这种棉的，厚度呢，就是你们看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，我里边隐隐约约呢能摸到它棉质纤维，它的厚度我大概可能是说有2毫米的感觉吧。那它的做工呢也是非常的精细，就是这边麻边啊，就你看不到它的线头，然后这边缝合呀，尤其是它选择的布料的选择也都是非常的有质感。然后它的袖口呢，就也是这种很简单的，这是一种工装扣嘛，你看只有一个扣子，还有第二个扣子，我们可以自动的切换它的纽扣来调节它的就是大小。它的腰带呢是这种粗腰带，另一边的腰带扣呢就是这种很简单的黑色的，有一种类似于皮质的一个腰带扣，非常的低调。它后面斗篷的地方呢是我最喜欢的，是因为它里面跟不同的其他的风衣啊，它是有一个暗扣，所以就算是有风啊，它也不会显得不板正，就是有5层的缝合线。最后呢，它是两侧呢各有一个这样的大口袋，然后后面呢就是有一个这样的，你看它里面的衬呢，就是在开线的地方也是分开的，所以即使是后面是开口设计，你也不会看到衬的痕迹。而且它这个布料啊，我不知道在视频里能不能看到，就是非常的板正，你看就有一点隐隐发光的感觉，它是那种很正很正的蓝色，但是呢它不是那种很亮的蓝色。做一个对比，就是我这个帽子啊，你看它是很亮的蓝色，但是呢我这个帽子它非常的，你看这个帽子一打上之后显得我的脸好白呀，但是如果我拿下去的话，它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暗的蓝色，就是整个人很低调。那因为这种蓝色呢，就是饱和度特别特别的高，你看我一拿到它，我这整个脸就感觉上妆了，它就会让你大面积穿的话，就可能会让你太艳丽了。但是这种蓝色呢，就非常非常低调，它甚至比我牛仔裤身上的牛仔裤的蓝色还要再低2个色调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这种风衣啊，它就是实用性非常高。首先呢，它是因为它加了衬，所以它在冬天也可以穿，然后呢春秋两季可以穿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它是风衣呢，就属于这种纯棉的布质。我当时也在纠结说要不要去买那种羊绒大衣，后来那种羊绒大衣我看了，就无论是 Plus J 或者是其他的优衣库的那种联名款，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容易粘毛，尤其是黑色一旦粘上毛之后，像我啊平时要坐地铁去上班，你就会觉得再高级的风衣穿上之后都有一种被摧残的感觉。那像这种衣服呢，我就觉得很好护理，而且它不是很容易粘毛，我已经穿着它坐了地铁坐了几次了，就是完全没有粘灰粘毛，所以我觉得在保养上面是非常的简单。
you.